三是吧？我就是特派员李青年。之前你被这两个公安把他团团转的事儿，我就不向局座汇报了，包括耽误的时间我也可以不予追究，但是我有个条件。这两个人你必须交给我亲自处理，否则难解我心头之恨。你们不是两个人吗？想起来我就生气。哎，你们想不到我越狱吧？我那兄弟就是让他们给害死的。是这么回事啊？哎，你想造反吗你？老三，你想干什么？哈尔滨市公安局政保处的副处长许国良，哈尔滨市公安局行动队队长周明。二位，这是这位特派员赐予你们的公安身份。小子，我马三儿在双城也混了几十年，你觉得我会没跟哈尔滨市公安局的人打过交道吗？你觉得我不知道公安局政保处的副处长还有公安局行动队的队长长得什么样子？老子别演了，我们都看见你和那个女公安接头了。什么女公安？你胡说八道。这个是公安局给你新做的假材料，你就他妈拿这些假材料来糊弄。我当我是三炮。老三，不管你是公安还是公安的他妈眼线，谁挡我马三的路，他妈就给我死。你马三，不好意思，两位特派员，刚才发生了点小插曲，我们继续聊我们的双城计划。行，好，请。把他们扔出去。王森爷，那个人不管是公安还是公安的眼线，都是盯上你了。双城计划不能再拖了。特派员，等你们看了我的部署图以后，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信心十足了。毛泽东的专利肯定要进入双城车站加水和添加燃料，所以我制定了三套刺杀方案，分三条路线分别的潜入车站里面。此外我还有一个170人的东北武装地下技术总队，装备精良，如果前两套方案失败了，那么我就武力控制双城车站，直接攻击专列，干掉姓毛的。总而言之，我要让双城车站成为共产党这趟专列的最后终点站。马三爷，你的话我会一字不差的转告去做，你就等着加官进爵吧。特别人，你们听了我的话有信心了？是，马三爷安排的非常妥当。那就有劳两位特派员了。怎么是你在这儿？季组长，你不知道我们老大出事了，被人用枪打死了。你们这队那边，这队跟我走，跟我走。
干什么？你们认错人了！你们抓错人了！站住！站住！站住！放开我！放开我！双城车站和马萨城虽然被我们清除干净，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没有落网，零四九。黑子已经被马三打死了，而且这个马三到现在一直死扛着，什么都不说。马三的手下可能真不知道，但是马三不可能不知道。要想办法让马三交代。报告，刚接到双城来电，发现了新的情况。快说。双城的公安在黑子的住处抓到了一名鬼鬼祟祟的男子。据他交代，他前两天给黑子送过一张火车票，今天是来取车票钱的。去哪儿的火车票？大兴安岭的，今天下午的票。好的，知道了。黑子的住处我们搜查过，没有发现这张火车票，那是被谁取走的呢？这个零四九一定是黑子的上线，这张票是给零四九买的。王局长，我们现在必须马上去趟大兴安岭。让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大兴安岭的情况我比较熟悉。邓同志，你这次的确立了大功，但像你这样完全失去身份的人，我们需要完成一个甄别程序，希望你能理解。我明白。王局长，这个甄别工作就由我们来完成吧，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一个像董吉这种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好吧。是。还有多久到趟？不下雪的话，还一个小时。谢谢。这场雪要是下下来的话，这班车啊是今天的最后一班车。你们看地图，在伊勒护里山的北部呢，有一个镇子叫塔河镇，这个是整个大兴安岭的一个交通枢纽。从地图上看，专列过来的时候呢，离着塔河镇是最近的。
如果零四九幺来的话，最有可能落脚的地方就是他和朕了。但是你看这片地区啊，除了山林就是雪地，咱们要在这儿找零四九，那不等于是大海捞针吗？我们先到塔河镇摸摸情况再说，等市局的同志来了，再一起行动。好吃吗？好吃，我们现烤的。甜不甜呀？肯定甜呀，我们家自产的。挑点好的，我包着。好呀，可以的。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吗？这都坏了，挑点好的。这是刚才熟的。坏了。这个可以吗？这个很大的。我能吃的。生意不错啊。就这个。挺好的。给我包了。空的啥用啊？啥用？先生，多少是多呀？啊，不错呗。不错呀，能着。不是，干什么呀？吓我一跳！这。啊，不好意思，我以为有人要摸我的包呢。说什么呢？啊，打听打听我是什么人啊？能摸你的包，张嘴就是冤枉好人，是不是？不好意思。这就是咱的讲讲理了啊！我兄弟被你给撞了，哎，这撞的也不轻，你是不是你得拿点医药费啊，大姐？管谁叫大姐呢？哎呀，说吧，想赔多少？那个，药费啊，琢磨那个。不赔。我看你兄弟伤的也不轻，真的不用赔了。疼啊！哎呀，你起来，那个，哎，都怨他，他眼珠子没长好，他往你身上撞。哎，不是，你是不是住这儿啊？我帮你拿钱。不用。你兄弟伤的也不轻，交给他吧。疼啊！不是，贵姓啊？我姓林，如果你这位小兄弟要是有什么状况的话，就来找我，我就住这儿。兄啊，你这啥套路？太好看了，你这咋变套路了呢？取货的，
快进来。自从你离开哈尔滨以后，就再没来过东北。我以为你把我给忘了呢，艾玲。这不是找你来帮忙了吗？还有，我在这儿用的名字是林岭，别忘了。对对对，我差点忘了。两年没见，你可越来越漂亮了。你怎么才到啊？哈尔滨下雪了，路上耽搁了。哦。哎，东西准备好了吗？我办事当然妥当了。你呀，也就是用得上我的时候才来找我。来，哈尔滨给我发信儿当天，我就已经开始准备了，准备了100公斤黄色炸药，计划也做好了，就按日本人在黄屋屯炸死张作霖那套计划。这一小包是带给你来检查的。我不懂炸药，你是行家，你说妥当就妥当。哈尔滨那边真的没戏了，被北京来的几个公安给搅黄了，马三爷那帮人也被抓了，我差点都在他们手里。他们怀疑你是049了？那倒没有，在北京的时候李荣全都给扛下来，说他就是049。那李荣这小子还能活命吗？那我就不知道了。哎，人家可是死心塌地替你当替死鬼，你也不关心关心？他是自愿的，再说是他自己没有把事情办好，也不知道哪儿露出了马脚。那几个公安一路追到哈尔滨来。他们不会追到这儿来吧？应该不会。下这么大的雪，火车都停运了。胡子，我现在只有你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了，你可千万得帮我啊！如果这次事成以后，咱们俩就是生死之交了。何止是生死之交啊！人我都已经照顾好了，你说吧，咱们炸药往哪儿卖？地方我已经找好了，来，你看。这里就是这个隧道。好。都快点，都快点，马上关门了。哎，同志，怎么这么早就关门啊？啊，是啊，哈尔滨那边雪下得太大了，火车根本过不来。我们已经接到通知，所有的火车都停运了。刚刚那一趟已经是最后一列了。谢谢啊。哎呦，老董啊，从哈尔滨还有别的方式能过来吗？这天气够呛，市区的同志赶不过来了。那也没办法，先到塔河再说吧。走。你买点什么？啊，我打个电话。哎，同志，不好意思，这电话呀打不通了，线路啊在外边塌方给压断了。哦，那整个塔河镇的电话都打不通了吗？嗯，差不多吧。啊，那您知道什么时候能修好吗？你看这天，这个说不好吧。好，谢谢啊。好，慢走啊。
电话线被压断了，整个塔河镇电话都打不出去了。行了，这回我们成孤军奋战了，走吧。有人吗？有人没有？谁呀？找谁啊？你好，这大白天的，怎么锁着门呀？锁着点人呢？都出警去了。啊，那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啊？哎呀，说不准，去林区了，有人盗猎，回来的路上啊，遇到路上塌方了，这一时半会儿啊，还回不来啊。谢谢啊！啊，哎，果然被我一语成谶。现在我们成孤军奋战了。遇上你乌鸦嘴，赶紧吃饭。他们说的实话。组长，那现在怎么办？先找个地方落脚吧。咱们得换个身份，这样工作不方便。嗯，咱们就说是批货商人，到大兴安岭来进货。现在四男一女，一对夫妻，三个商业伙伴。组长，那他跟谁办夫妻？反正不跟你。为什么？你长得太黑，跟我没有夫妻相的。你笑什么呀？跟我不合适，跟你合适。别看我，我跟女人不搭档。那还是王立山跟他最合适啊。不行，组长，我跟王立山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哎，那你还挑上了？不是，我这是从做任务的角度考虑的。我觉得也是。那你说你跟谁合适？老张，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对啊，组长，正好你在这个潜伏工作方面也比较有经验，我看咱俩挺合适。我住店就要结婚证，去哪儿弄啊？我都准备好了。工作做得不错。我们这都是专业的。我跟你说啊，这结婚证呢是上次我为我跟李文雷准备的，一次都没用成。不用干别的了，直接换个名儿就行了。那这样，我跟李文雷假扮夫妻，你们仨呢生意上的伙伴。我们是从哈尔滨来大兴安岭皮货商人，收狐狸皮的。记住了。哎呀，这个，这个，哎，林小姐，这是一个人吃饭呀？你看呢？一个人。哎呀，这家伙外头走挺冷啊。这个来塔河镇串门子？路过。妥了，那肯定没有亲戚。那你认识我就是认识贵人的。我叫熊大兴。这样，你收拾收拾，晚上我请你吃饭。不用破费了，我一个人简单吃点就行。怎么能简单吃点呢？出门在外那得有朋友。哎，同志你好。老板好。哎，有房间吗？有。您几位？哦，就一位。哎，好的。给我来个安静点的房间。哟，真不巧，这几天客人多，您看就剩下这几个房间了。行，就挑一个吧。啊，好的。麻烦您出示一下证件。好。真的，那家伙。嘿，老板，一号房给我加套被子。好的，好的。谢谢。柱子，一号房加床被子。好的，老板。来，麻烦签一下字儿。
哎，八号房您拿好。好嘞，老板，走。熊先生吗？别外道，叫大哥，大哥。不好意思啊，我只是想安安静静的吃顿饭。哎呀，你说你说啥呢？你就麻利的给个准话，今天晚上行不行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父母对我交朋友要求很多，如果达不到要求的，就一律不准我来往。什么要求？譬如说，身高得比我高上一头。你站起来，站起来，是差点啊。然后呢？得读过书。哎，小学算不算？能文呢，还得能武。你是哪个门派的传人啊？还有，你会几国外语呀 ？Do you understand？苏丹，不是你这不是苏语啊！你再说两句。什么叽里咕噜整一堆条件，给我都整懵了。啥意思啊，大哥？你进展咋样？进啥玩意儿咋样？就是那个热点天天冷屁股呗。啥热点冷屁股呀？就是嫌我磕碜。不能够，我能看出来。就是嫌我磕碜，我要长得像这帮人这样，那早就贴过来了。确实有派他们。放心，这个女的我早晚拿下。必须拿下。一间夫妻房，一间三人房。好好好。麻烦诸位出示一下证件，我登记一下。哎，好。刚才缠着你的男人谁啊？当地的一个混混，没麻烦吧？不用管他。你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我已经把爆破点交代给手下几个人了，很快就会出发。你找那个地方真够绝的，专业的沿线都布满了警力，只有隧道内没人，光线还暗，有机会下手啊。我又不是保密局的花瓶。对，你不是花瓶。说正经的吧。你安排的那几个人技术都过关吗？放心，他们都是受过专业爆破训练的。不过我们现在还需要专列进入这个隧道的准确时间，在专列进入洞之前头两分钟就得按下爆破电钮。这些你就不用管了，大兴安岭站有我的人，专列一到站我就会得到消息。好，我尽快安排他们出发，上山备炸药。来，麻烦签一下字。好。好，四号房是夫妻房，谢谢。这个是你们三个的五号房啊。好，慢走啊。走。那你就先回去吧。好。双城那个卧底，他们一定是公安。你不是暴露了吗？哎，应该不会。他们不像来抓人，像是触电的。不会这么巧，很有可能
会有人暴露你的行踪吗？不会。如果他们已经有了049的线索，不会只来五个人。我先打探一下，你别轻举妄动。好。哎哎，组长，我申请再开间房吧。为什么？我觉得男女同志住在一间房里不太方便。假扮夫妻是我们的任务，这跟你去扮演杂货铺的女特务是一样的。再说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开一间房，会让特务怀疑的，明白吗？嗯，明白。赶紧收拾一下，我下楼试试电话通不通。你先试试看看。哦。怎么样？还是不通啊。你看，我就说嘛，这是小地方，这啥都没有。你再者说了，这大雪天又有塌方，他一时半会儿修不好。你就是再着急，是不是？他也得等着，不是？等等等。哦，对，老板，如果电话通了，您记得通知我一声啊。好的。哦，对不起啊，没事，就是老板这个水平。真是的，我老板，我陪你吧。啊，没事没事，那边有新的，你提个上去，等会儿我打扫啊。哦，那多不好意思啊，您把这个水平的钱记得我的房账上。没事没事没事。啊，您没事吧？啊，我没事我没事。哦。哦，哎呀，啊，可能刚才给扭到了。哦。我本来是想拿瓶热水上去的。哦，我来替您拿。啊，谢谢啊。看您这身打扮，像是从大城市过来的，这大冷天的到这儿来干嘛？哈，做皮货生意的嘛，当然得来这儿啊。过来是想收几张上好的狐狸皮。哦。您看我这脚现在也不方便，您能不能帮个忙，送我上去啊？哦，没问题啊。您住几号房？就楼上的三号。啊，那正好，住我对门。来，走。真谢谢你啊。大哥，你看那大姑娘，咋跟这老小子在一块儿呢？哎呀，你别嚷嚷了，我眼不瞎，我看见了。妈的个巴子呢！不给他点颜色，他不知道他和这谁是老大。你小心点啊。哦，同志您贵姓啊？免贵姓张。啊，张先生，听说这个季节的皮货可紧俏了。哦，要买的话小心点。都得跟猎户找关系。哦，您在这儿有熟人吗？没有。哎，你对这儿的行情很了解啊？可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啊。我在塔河镇上有朋友。哦，我说呢，您真要打探什么关系吗？除了买批货、打听人、打听事儿，我都可以帮你。哦，你那位朋友够神通广大的啊！本地人嘛，多少有些关系。怎么了？您真有什么事要打听吗？目前还真没有。啊！哎呀！你没事吧？不好意思，我把脚崴到了。没事吧？啊，没事。嗯。张先生。啊。那边。那个人一直在看着我们，您认识他吗？哦，我太太。啊，会误会了吧？我太太是个大方人，不会的。啊，这间房吗？哎呦，啊，到了。啊，你这个脚啊，真应该去看看医生，要不要我帮你去请？不用了，我应该休息会儿就没事了。那好，
那您就休息，我就不打扰了。啊，谢谢啊。啊，再见。嗯，再见。大冷天在外头站着干嘛？进屋去。老张，人都关门了，您还站在门口恋恋不舍的，丢不丢人？严肃点，我这是在工作。还有，不许离场。挺香啊，这是我们塔河镇的熊大厅，叫熊哥。熊哥，给你们一人来一碗。我不愿意吃面条，不吃。那想吃啥？啥也不吃。说那个来塔河镇干啥来了？收点皮货。我说这一身皮臭味啊。干啥玩意儿？没我高，必须的。上过学吗？没上过。那个，那你是哪个门派的？问你话呢，啥门啥派的？哦，没派。这样，你会几个国家的外语啊？读什么词儿的啊？听见没？我真不会，啥也不会。这么说吧，你就是既不能文也不能武。你说你咋给那个林小姐给勾搭上的？谁是林小姐？装迷糊是吧？我真没装。朋友，我熊大厅在塔河镇也算一人物。我这么跟你说，塔河镇的面条子你随便造，你造多少碗都行。塔河镇的女人姑娘。只要我看上的，你就不能动心思，明白吗？听见没？装糊涂是吧？老板，结账。这不是你记住了啊。再会啊，再会。呀，大哥，不拿咱俩当回事儿啊！我看出来了，治他，必须治他。组长，电话线路还是不通，这地方太小，而且能修好的话，估计也得两三天。啊，刚打听过了，派出所的人也没回来呢。那就是说，在市局的同志回来之前。我们只有靠自己了，但咱们一点线索都没有，从哪儿开始查呀？既来之则安之吧，到时候自然会有计划。什么计划？我们先去买毛巾牙刷。这什么计划呀？哎，他们是打着进皮货的幌子住进来的，估计手上应该是没有049的线索，不然的话肯定会联系镇上的派出所，发通缉令的。人已经都到这儿了，肯定会查到你头上来。所以啊，我们得抓紧时间。你负责埋炸药的事儿，我负责去吸引那几个人的注意力。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公安了？你想什么呢？好，你说说看，怎么个吸引法？我们得找一个替罪羊。